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秋天枫叶。那么今天看到这画面，就知道我们又来继续介绍 GNN 啦。那这次的 GNN 一样非常非常非常的短哦，只有一张卡片，感觉最近神魔的塔是不是萎掉了？就让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 ，Let's go。那这次 GNN 的第一张卡片，也是唯一一张卡片呢，就是这张藏沙潜龙化解。那它本身是一张战力级的卡片，种族属性是木龙。那逆势 CD 2的累计回合型主动技能，开机时会以累计回合加一的数量来转出龙族强化组合加抗，累积到上限的六回合呢，在开机还会回避敌人的首次攻击哦。那它本身作为一张加息卡片呢，其实就有一定的入手价值了啦。虽然说转龙族强化这个能力因为太过随机了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实战价值的，但是它作为龙族稀有的回避，感觉应该还是有机会出场的啦。虽然他这个加抗能力其实也没有办法去给毒龙队无限续杯，而且现今龙队队长不是自带加抗呢，就是因为玩法的关系哦，其实本身也没有什么出场率，所以在这里个人估计他的出场机会可能还需要官方给点面子才行哦。朕不给，你不能抢。好，那今天的 GNN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。官方最近的 GNN 真是越来越短，感觉这种十周年活动宣布开跑过后呢，神魔就真是养生的不行啊！不知道官方这次回归初心是不是在回归休闲游戏的初心啊？但总而言之啊，这张战力级卡片个人觉得因为它是战力级嘛，相对比较好练，所以还是会推荐各位练一张备用。那至于复制人，个人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啦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啦，我是秋天枫叶。如果喜欢影片可以记得放一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可以点个订阅哦。我们在下一期的 GNN 云解析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这次 GNN 真是有够短的，我连中场休息都不用放了呢。